最早起床。
懂礼貌，讲话不可以这样子，讲话等到人家全部讲完啊，然后客家没讲完就这个样子。听妈妈讲，妈妈这两天啊，有不断的告诉你说，到学校去的时候跟老师问啊，你今天做了没啊？忘了。忘了，他给我忘了。那妈妈再请问你哦，那你今天跟同学在一起，有没有好好的相处？有没有跟同学在一起啊？跟同学，如果有发生不愉快的时候，都会爱听啦。好啦，不愉快有没有跟同学讲对不起？睡了一个午觉起来，哎，想到了，还有很多事。